每东西的这样说多，我们没有，我们这里的没有这样对我们，那样这样，新疆的都这样没有，但是，他们一般的也，那个我们的看法，他们的看法也不一样，是不是？他们也看法我们对我弟，他们看我们新疆人都是坏人，也有这样的也有，但是新疆人一般坏人，一般好人也有这样的也有，我们的也是这样的看法。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受到一些可能自己认为不满的一些待遇，但是应该用一种合法的这个合理的手段来表达，这样我觉得是不应该的。就比如说，我好像你对我不好了，然后我就把你打一顿，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。